说芝麻节节，节节高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又到了每天我们做晚饭的时候了。因为现在是冬天了啊，秋天了，马上到冬天了，所以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晚吃两顿，下午吃面。吃完饭的话，小孩要去学校了，一起来看一看。今天也是明天开学，现在来炒一个面条的浇头。今天的面条就好了，有宽有细，菜也开了。今天晚上加点肉，来个肉面。压不住了。今天的肉放点肉的面就好了，放点辣椒，倒点醋，搅拌搅拌。不喜欢。放点盐。放了点盐，不太喜欢吃肉。都放下。来，吸起来。这俩就吃着，不爱吃就放下。嗯，来吸起来。吸来的肉。萝卜。大萝卜。大萝卜小肉。大葱。大大的中中葱。说一嘴是吧？我说一王小，我什么的王小，你我说这，我说那的。这王子小把油提了。我给提了，提了，这个特别提了，提好，提短，提好，需要皮，需要老的。人就这么嘛，地皮火了老嘛，但暖时候被小猫给提了。我来提。我来提，真的。哦，你穿的吧？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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